都快毕业了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，本来就难找。之前我看到那个2500的，你又不想去，嫌工资低了。工资那么高的，哪有那么好找？就是啊，可2500也太低了，就连交房租和吃饭都不够。也是。6:30公司招聘，工资15000到20000，不限年龄和工作经验。哇，这么好，是什么职务啊？他招的还挺多的，文案策划、编辑、后期，连保洁和保安都招，工资都不低。那你去试试呗，可以的话我们俩也去。对啊，你先去试试。嗯，请问去6:30大厦的公交在哪坐呀？那地方没有公交，去不了，那太偏了。要不我送你过去吧。多少钱啊？给50块钱吧。太贵了吧？20多公里啊，这个还贵啊？你打车过去都100-200呢。再说我把你送过去，我回来都是放空的。那好吧。啊，走啊，是吧？来，选什么？来，慢点。不愧是大公司，面试的人这么多。你好，陈总。你好。想要应聘什么岗位啊？我想应聘文案策划。以前做过没有？没有。啊，这个没关系的，我们会有专门的培训的。把你的身份证还有学位证的复印件给我一下。我只代理原件可以吗？这个我们要留底，只要复印件。啊，对了，你有体检报告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。那这样吧，你先去楼下把身份证啊还有学位证复印一下给我。啊，好。哎呦，刚好也到饭点了，这样你先去吃饭，吃完饭把复印好的拿给我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，好吧？嗯，好的。嗯，谢谢。那一会儿见啊。下一位。嗯，非常好。那么恭喜你进入复试。谢谢。那么接下来我会通知我们的总经理，让他来亲自对你复试，好吧？嗯。喂，王总吗？啊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是这样的，我这里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应聘者。那个您最好进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那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明白。好嘞，再见。有点不太巧，我们总经理太忙了，现在要很晚才会回来，你最好是等他一下，好吧？好的，没事。好，没事是吧？嗯，也刚好。你去做个体检，这样一旦入职了就可以直接上岗了。啊，好嘞好嘞。这附近哪有体检的地方？楼下好像有一家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再就是那个，你这个头发最好去弄一下，毕竟见总经理。最后结果怎么样了？啊，说是让我等消息，不过我觉得呀，应该会通过的。他们那个 HR 好像特别喜欢我。那恭喜你了，终于就要步入社会了。还有，哦对了，你们是没有出去，所以不知道现在外面物价有多么的高。我昨天吃了一碗面，要40块钱。啊，你是去机场面试的吧？不是，而且呀，打印一张纸要50，打摩的都要50。就我昨晚上住的那个破酒店，环境特别差，还要400块钱一晚。哦，对，还有这发型，你看看，就随便打整了一下。128，天哪，这么贵！不过还好，我这次面试的这个公司啊挺好的，工资特别高，估计 HR 很快就会通知我去上班啦。这个季度的工作，我来给大家做一下总结。打印部这个季度收获了30万的打印费，刷新了打印部最高销售记录，大家掌声鼓励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得问一下运输部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王总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多安排2个人，把地铁站的共享单车都给他搬走？那有些人为了省那50块钱，就是愿意骑着共享单车骑20多公里到公司。王总，我们餐饮部也有一件要提，咱们的定价有点太贵了，一碗拉面40。虽然说这附近没有什么别的餐馆，我建议咱们应该牺牲一下眼前的利益，合理多销嘛。经理，我们洗剪吹部门也得着急，最近业务太烦。最近我们酒店部门入住的也。
了，打扫卫生都打扫不过来了。好多人面试的时候自己都带了体检报告，没有体检报告的都去打印部打印了。那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公司现在在拓展新的业务，马上要组建一个服装部门。啊，这个目的，你在面试的时候一定得给他们提一个小的要求，进入复试以后必须统一着黑色制服。你有什么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？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，努力努力努力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努力努力努力，发财发财发财！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